要买菜煮饭，有时候还要帮忙带孙子，家里面要整理要打扫，还能够把他抽出一些的时间来去做这个志工，不管是做关怀志工、水巡志工等等等等，那个都是真的要非常的有心，每一个人呢要每天抽一点时间去做，抽一点时间去做。而刚刚上台的这五位呢，可以说几乎场场都到。我本身也是水巡志工，哦，可以说一个月就去个一趟两趟，只能够这样。但是这个优质志工呢，他们真的是负责到底哦，场场都到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再一次的掌声给他们肯定，给他们鼓励，非常感谢他们。由于他们的带领，可以让我们的龙潭呢的水质更加的纯净，可以让我们龙潭的爱能够传得更远、更饱满。非常感谢他们。再来，我们要继续的介绍我们的节目了。为各位安排介绍到的这几位，也是远道而来的哈，不是我们自己龙潭人，但是呢，愿意来这边支援，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。为各位介绍到的是 Melody， 我们傅君老师的电子琴班，他们要为各位来演出，一共有我们两首的舞曲，第一首。爱江山更爱美人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，谢谢。